这个吊带我觉得很好看的是它这边的那个胸线做的蛮高的，因为很多吊带都喜欢坐在这边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不喜欢，可能我的胸部比较大，然后很多吊带裙都是坐在这边，然后我就胸部两块肉在这边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胸部两块肉，所以我它这样包起来之后翻了，我看起来身形比较瘦，应该很多大胸部人懂这个困扰，懂我这个困扰，对，就是不喜欢那种吊带裤，我很少吊带的衣服，真的很少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，就是胸部两块的在这边了。难看，然后这个扣子也很可爱，你看这个扣子是这种琥珀扣，然后这边的那个包覆感也是蛮好的，你看它这个线条，这边也是包覆的蛮高的，所以就是你，因为其实我没有穿太集中的内衣，就正常的内衣，可是它就是胸部帮你这样护的蛮好的，然后它这边有做这个剪裁的设计，这样，所以这边是有腰线的哦。因为很多吊带裙都会这样直直的、直通通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不好看，没有腰线。然后这样做这个剪裁，就是你身上就有腰线，而且我觉得很可爱，它这个口袋都是真的耶！你看，这个是都是真的口袋，口袋是真的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个设计。而且我觉得脱这两个口袋，看起来然后身材又更好，就感觉突会变得比较突，是，对。这样，然后这个口袋是真的，然后它是有腰线的，这个腰线做的很棒，就是不是那种太勒的。